OK， 比如说这一支水龙头，然后通常这边直接这样去喷它，然后这个里边它会有很多那些黑黑的东西卡在里面，都可以去喷。然后这些还有这边是很脏的，这个里边很脏，所以通常你可以这样子拿住这边。消毒它这个里边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黑的，洗出来黑的，你想一下，这边这么黑，每天水从这边滴出来多脏，我们装这边的水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平时忽略清洁不到的东西。然后比如说它这边上面有啊，你看已经两段，很明显这边是 shining 的，这边是蒙蒙的啊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拿这一边看哈，比如说我用一个铁的一个头去装上去，用这个铁的头去刷它，或者你平时懒惰换头，你不用这个铁的头，直接用这个尖尖的去喷它也是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边，你看它上面很多锈锈的这些东西，就变 shining 了，这边是蒙蒙的，这边 shining 的，很明显，很容易做这些东西。然后就是到处 everywhere 都是用这个尖尖的头，这个尖尖的头不要装刷子，尖尖的头到处喷就可以了，哪里就是喷喷，然后抹一下，喷一喷，抹一下。比如说这个这边也是可以，它这边里边缝隙的这个瓷砖缝隙，然后这些 corner 的缝隙，你看黑水全部出来了。这些都可以，然后都可以嘛，哪里就是喷一下就好。